谢谢哥哥今天给我买房。看着没，就那个老男人，都已经结婚了，还在那泡小姑娘。刚刚在卫生间听见他给他老婆打电话，说他现在正在开会。回来。宁愿相信世上有鬼，也绝不相信男人那张破嘴，这绝对是句真理。枯叶没瘦，拯救全人类。 哥哥，你好。你好，这美女，咱们认识吗？咱们现在是不认识，但是马上就会认识啦。我特别喜欢你这种类型的。 你就是我的男神。哦，是吗？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愉快。愉快哥哥，我叫绵绵。绵绵。<笑>我能要一个你的电话吗？这样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看，我们今天这么有缘分就见面了。 以后我们会越来越熟悉的，要不咱们做个朋友吧？好吧。谢谢愉快哥哥，你真帅。搞定。 真心人出现，不会太久，牙膏用一半，饭菜剩。
快点！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？哎呀，每次给他们喂饭的时候，我都忙死了，恨不得能长出四只手来。哎，冬眠。还有闪闪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来了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，我好接待你们。我是来看可风的。冬眠，你真漂亮。谢谢。行了，我们忙点别的事儿，你们俩先聊啊。什么干嘛干嘛？哎呀，你这，你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啊？啊，没看见人家里面情意绵绵、谈情说爱吗？在那儿累死累活的，人家在那儿谈情说爱，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？难道那句话是真的？漂亮女孩可以少奋斗20年？要我说，你就是活该，好好的家庭主妇不当，谁让你要在江湖上来闯的？你别说我了，烦死了都！我在这来了这么多天，一点工作的感觉都找不到。不是丢三落四，就是手忙脚乱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你自己的特长，还没有发挥你自己的优势，像你这样的情况还得继续挖掘，挖掘。我是什么优势和特长啊？你的特长跟优势嘛，这还挺难回答的，反正得好好挖掘挖掘。我还不知道怎么谢你呢，你把可风介绍到我这儿来。你正好给我姐燃眉之急呀！这也不能全是我的功劳吧。刚好可风也要急着找工作嘛。不过可风还是一个新手，还要请你多照顾，你可千万不要欺负他。当然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嘛。我怎么会欺负他呢？那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，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啊，又吃饭啊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嘛。再说，我都已经订好位置，就咱们两个人。好啊，就拿你的饭。什么意思啊？说你是个傻主妇吧，这也看不出来。冬眠希望我们两个助他一臂之力。怎么助他一臂之力啊？上车吧。谢谢。就是假借看我之名来勾引齐明峰的，穿得那么妖艳，有没有觉得很刺激？为什么？就像追逃犯一样，一旦我追上了他们，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林先生，你有病吧？慢点！你丫怎么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？忒没劲！我害怕。慢点！今天是冬眠小姐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你是说，一会儿我俩还要看他们在床上那个变态？你是不是修炼心经修炼傻了？跟你老公还没做够啊？这个地方还挺有纪念意义的。是啊，今天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勃艮第的红酒。勃艮第的红酒甘醇浓郁，
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红酒之一。没想到你还懂得品酒。品酒倒是谈不上，只不过愿意与人分享罢了。品酒如品人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它的味道都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品一品。两位小姐您好，需要用餐吗？用餐用餐用餐。好，这边请。请给我们来两份意大利肉酱面，再来一份蔬菜沙拉，谢谢。这顿饭谁买单？他就在那儿浪漫着呢，万一他把咱俩忘了，还得倒贴一顿饭钱啊。我可没带钱啊。我也没带。鸡贼，冬眠发来的。说什么？五分钟以后，咖啡八件。什么意思啊？谁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？来都来了，只能他说往东就往东，他说往西就往西。珊珊，你要回来，我真没带那么多钱。怎么样了，baby？ 整个气氛都太好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差你这阵东风。说吧，需要我怎么做吧？非常简单，就把这个。放进酒里就可以了。你不会想要毒死齐明峰吧？把你吃了你！毒死他，我跟谁生孩子去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泰国春药！这可是我特地托朋友从泰国带回来的土特产。效果一级棒，这要把人给吃死了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吃死是绝对不会的，不过爽死倒是有可能。这事儿我可干不了啊，回头弄出人命来了，谁负责？几个小时之前你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帮我呢，这会儿怎么说话不算话了？我没有说话不算话，我是说过要帮你。可是我也没说毫无底线、毫无节操的帮你吧 ，baby。你知道我要找一个这样的精子爸爸有多难吗？我都快30岁的人了啊，到了30岁，那就成高龄产妇了，以后我生孩子那都得冒着生命危险。你是不是魔怔了？你这脑子里面除了孩子就是金子，能不能想点别的？baby， 你知道我有多想要一个孩子，但是咱们俩姐妹一场，你不喜欢做的事儿，我也不可能勉强你去做。
那算了吧。拿来吧。那我回去等你啊。先生、女士，你们好，这酒需要打开吗？嗯。哎，等一等，把酒给我吧，谢谢。嗯。美酒配佳人，今天就让我来为你服务吧。啊？尽力了啊，能不能成功，你就能自求多福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酒越喝越有味道？嗯，就像你一样，越品越有味道。海鲜沙拉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啊，这是这里的特色菜，我特意为你点的，赶紧尝尝。怎么，脸上有脏东西吗？干嘛一直盯着我？没有。我就是想要问一问你，好吃吗？还不错，吃啊。我们喝一杯吧。好，来，干杯。干了。太棒了。你也吃。你这演的哪一出啊？调虎离山，宫斗投毒。冬眠居然让我给戚明峰下泰国春药。泰国春药，你下了？我又完成了我人生中的另一个第一次。别急，你不吃吗？啊。
就现在。嗯，走走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去哪儿啊？这是。走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哎，可不，冷静冷静啊！哎，你今天晚上好好陪他吧。哎，哎呀，你这简直是胡闹！我告诉你，哎，走走，回家回家回家，过两天再跟你们算账。走，回家回家啊！哦，不闹了不闹了，回家了回家了啊！几点了？啊！你们昨天太不靠谱了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得现在跟你们算账。累死我了，一晚上。吃过泰国春药？哦 ，baby， 哦，王旭，干嘛呀？着急忙慌打电话叫我过来？你不是想知道答案吗？什么答案？
有关王老师的答案就在这里边，三楼。你什么都不用问我，你自己上去看看，就都明白了。如果你现在走了，就是放弃知道真相的机会。你自己想明白。如果你确定你以后不会后悔，那你现在就走。你怎么舍得开口？